影后张曼玉，年轻时凭借着颜值和不俗的演技，成为了迄今为止华语影坛获奖最多的电影演员。今年的张曼玉已经54岁，正在逐渐淡出观众的视线，开始进入平淡的晚年生活。没想到就在5月16日，许久不见的女神竟然复出，开始拍摄综艺节目《少年可期》，可做的都是一些流量小生，包括范丞丞、杨迪等人。网上还爆出了张曼玉和一行人去菜市场买菜的照片，而她也是打扮得非常朴素简单，看起来超级的接地气。于5月27日，港媒再度报道张曼玉独自一人现身香港某街道购买便宜的地摊货。彼时的张曼玉露面打扮得非常严实，口罩帽子全副武装。然而这一身白色的长袖 T 恤搭配深蓝牛仔裤，几乎完美的勾勒出了好身形，在街道露面也几乎是行走的衣架子。50多岁还能保养成这样的状态，也着实是非常难得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张曼玉自从下车开始就直奔某卖鞋的店铺，看装饰和单品都是非常普通的便宜货，而她在店中挑选了很多双鞋子，手中拿着几双鞋不停地挑挑拣拣，看得出来熟练又老成。据港媒描述，这些鞋子的价格大概在19港元到90元不等，都是一些非常亲民的价格。没想到张曼玉不买奢侈品牌，只买地摊货，这一点着实让人有些没想到。买完鞋子之后没多久，张曼玉又来到了一家内衣店，在现场她同样是挑挑选选，和售货员有商有量。张曼玉买了几条浅色的内衣，但都是不同的款式和式样。